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准备买一台什么车啊？我之前说，布加迪。哦，不对，布加迪凯龙。我们之前有威龙，没有凯龙。准备搞一台布加迪凯龙，250万。哎，为什么他这跑车都是250万？暗意，你知道吗？暗示我是个250嘛，花这么多钱去买车。但是我都天天送车了，你还要买车？是有点250啊。对啊，这么一想，我是有点250。我上次买那个，我上次买什么车来着？我买的是，柯尼塞格，不对，我哪台车是250来着？第六元素吗？对，第六元素买了个250。哇，车太多了，多的我都挑花了，都已经，我真的是花了。每天一台，绝不重样，是吧？对，我这真的到现在已经好久没重样了，都帕加尼100多万才，布加迪凯龙哎240万，不到250，意思是怎么着？你不如250。来，240万的布加迪凯龙，走你。我刚看那个人的红色改气好好看哦。他那个我这个吧，精简，而且大家能容易一下子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对，哎，你看这个头，哎，这狗头，狗头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，重点是狗头，240万才是重点，还好不是250是吧？对，哇，这个漆是磨砂的啊？是磨砂的吧？对啊，哇塞，灯点起来，哇，这车就这样在这里展示，都是原装的，我买的时候不带改的，不过这个开门方式是普通的点啊，作为超跑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开门的，要知道。来，副驾驶坐一坐，感受一波。看一下，中控就几个弹射按键，很有战斗气息，对不对？对。非常战斗。走，去主驾驶看一看。200多万的车，我们终于有钱了。我们一直都很有钱，不是终于有钱。我们终于肯花钱了，这之前存了一大堆，发现存个屁，还是性挥霍，还是挥霍爽，对吧？对，不喜欢存钱，现在喜欢花钱，存钱钱使我快乐，对，存钱没排面，对吧？存钱真是没排面，买买买才最开心哦。是啊。哇，真的很帅，拍一下漆面，在外面感觉可能更帅，我觉得还在外面吧。啊，这布加迪凯龙，哇，哎，这个游戏质感挺好的。对啊，在外面吧，这个吧，耶，凯龙解锁了一个，我也不知道解锁啥，抽奖哦，小小抽奖，可笑可笑。你到底看了多少周星驰的电影？就是感觉一说话就是周星驰，浓浓的那种，嗯，周星星风味。对，一说话就知道你在无厘头。耶，奥迪 RS2， 很老的那个，有没有车子敢跟我 PK 一下？啊，哦，这个你是，哇，你个混蛋王八蛋，居然撞我的车！拍照是逃逸了，混蛋！然后你在后面加一句，混蛋后面是什么？存
跳舞机。不是原话，原话是加三级，成五级的出来了，你自创了你。垃圾车敢不敢一战？破 SRT， 垃圾中的战斗机，来给你感受一下，先让让你，先让让你，懂不懂？哦，哎呦，再让让你，失误就叫让让他，对。垃圾走捷径，他先走的捷径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我知道。垃圾走捷径，看，来来来，走捷径是吧？教你，哥教你什么叫走捷径。你这车跟他的车能比的？走捷径你亏。我去，这破车，迈凯伦塞纳，在我面前是个渣渣，就是。啊，能比吗我？凯龙，拉法。你飞。非要每个车怼一遍才好。拉法在我面前也没什么。耶、yeah, ，我凯龙，不带输的就。我要找对手，迈凯伦不是对手。你刚刚那车反弹弹到后面去了。哎，我前面的这个，我这个对手，这是什么？走，迈凯伦又是塞纳。塞纳不快吗？我看塞纳赚了很多钱，之前在那边赛道。啊，快是快，没说很快，但是在我面前，说快的话好像有点不自量力。我要不是操作失误，哇，纯比性能他不如我，键盘数据我比他强。纸面数据一看强的一匹，然后玩的时候全都是纸老虎，对，各种纸老虎。哇，我这车撞的不轻。